而随地睇翻头先嘅精彩内容，只要 click 入 metroradio.com.hk 或下载新城电台 app， 无需登入即可免费重温。凌晨一点，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由关燕平报道一次新闻。警方调查有人在深水埗杀钞票之后，拘捕一个24岁姓黄的男人，怀疑他在公众地方作出扰乱秩序行为，正调查他的目的和企图，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一个男人昨天下午驾驶跑车到深水埗，带同纸币落车，警员其后拘捕他。警方晚上押解他到深水埗以及他在西贡的住所搜证。警方说星期六有人在福荣街天台投下纸币，引起公众聚集和抢钱，对公众秩序、安全和交通造成影响，警方因此要实施人群管制，控制场面，暂时捡回60张面值100元的钞票。警方提醒市民，如果没有交还执起的钞票，有可能会被视为盗窃。有市民投诉旺角一间健身中心以不良销售手法推销会籍，事主说八月尾的时候在永隆银行中心附近被推销员强行拉到健身中心，事主在疲劳轰炸之下支付总值77,000多元的四年健身会籍，其中包括用信用卡购买电器公司现金券。職員更加要求事主拍片，聲稱是自愿付款。事主今個月到健身中心健身的時候，職員只因為事主是在職人士，但是當時提供學生優惠給事主，健身中心因而被控，要求事主補回40,000元的差額，並且威脅指老闆可以根據事主的個人資料將事主銀行存款全部轉走，事主由於害怕唯有支付。協助事主的立法會議員郭佩凡說，健身中心逼事主付款的手法匪夷所思，涉及恐吓和欺骗成分，已经陪同事主报警，亦都会向海关和消费者委员会投诉。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说，如果公众对律政司决定不检控前行政长官梁振英有这么大的担心，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就有责任向公众解释。陈志思说，虽然郑若骅未必可以讲细节，但是有能力解释公众质疑的证据不足。他又说，检控工作独立进行，行会不会干涉。另外昨天亦都有多个政党游行到律政中心，要求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交代在澳洲公司 UGL 案不起诉梁振英的详细原因。游行团体不满律政司在没有寻求外间法律意见之下，以证据不足为理由决定不检控梁振英。指律政司只是发出简短声明解释理据，令人无法信服，要求郑若骅到立法会交代法律理据，以及重新寻求外间独立法律意见。律政中心派员接收了他们的请愿信。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政治角力蔓延到宗教层面，乌克兰东正教教会宣布脱离俄罗斯教会，并且选出新的全国东正教领袖，结束俄罗斯及乌克兰东正教会300多年的从属关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形容教会不再受俄罗斯影响，有利国家自主。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挑起乌克兰民众的不满，当地近50间教堂先后自行脱离俄罗斯。乌克兰官方指尊重地方教会自行决定是否加入新的全国教会。这次新闻报道完。听财经，听新城 FM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新圣诞尽情狂欢，新城财经台与你同贺佳节。大家好，我是新城地产街主持林洁莹啊。圣诞节我最不想就是没有圣诞礼物收了，礼物便宜都无所谓，最重要就是一份心意。我就期待着仔仔送给我的蛋蛋蛋圣诞卡了，希望大家都可以收到家人朋友或者亲人的祝福啦，祝大家有一个开心愉快的圣诞。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城财经台天气报告，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日间天晴干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温度系16度，
新界最低有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干燥，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同埋会有一两阵雨。而家温度系17度，相对湿度64%。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甩晒啲头发，有嘅时候你冇珍惜，失去嗰阵你先嚟后悔，仲等？唔通要等下一世？听到呢段就系一个新开始。快啲嚟揾咁多年都一直坚持开麦帮你解决头发问题嘅朱护发啦！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四晚上11点，朱护发讲头发，朱明亮同李力护发中心嘅发理顾问朱文，同你分享一个个开心重拾头发健康嘅真实个案。淮扬就是淮安和扬州，所以淮扬菜的特色其实就是刀工、青鲜、炒河虾那些，还有是玩一些很精致的做法的嘛。那人用淮扬菜来跟上海菜比根本不是那回事，因为上海的城市它成立都是即比淮扬菜的历史还浅很多。浅很多。那些人去到上海住的时候先拿他自己家乡那些东西就是来去煮，那么无啦啦变咗上海菜啦。刘婉芬、张锦祥、黄大飞、Eric Kong 四位食评人加酒评人，逢星期日晏昼2:30到4点，准时打开世界美食地图，一路食一路讲，食极冇停口啊！佢哋就系全民中食遍天下嘅饮食得起啦。And when you rise in the morning sun, 追寻音乐嘅梦想，从来都不应该只是一小撮人的事。将音乐带进基层家庭，以音乐教育和培训帮助小朋友健康成长，以音乐改变基层小朋友的人生和促进社会共融。香港青年爱乐团今个星期人生马拉松的嘉宾，我们请到香港青年爱乐团的创团团长林启辉先生。梁志雄、程海欣，星期六早上8点与你迈步向前，人生马拉松。以下节目内嘉宾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Classic Music。主持阿卡，听完呢首 Wonderful Tonight 咧，我嘅感觉系咪我讲先啊？你讲先啦。我的感觉呢，其实第一下真的即刻想到方大同的。没了因为呢我真的可能是做电台之前呢，我的歌路呢都是比较窄啊。所以呢听这首歌第一次听呢，我是、真的听方大同的版本。所以我就真的即刻想起他咯。即同埋那段时间的经历，我还会想起、我看他的 MV 的时候，我觉得他都挺型啊这样咯。是型的，喂，方大同是正的，真的。是吗？我都喜欢。你化镜都像咯，所以。是吗？是啊，都是圆形的。你就要拍张相先。即是要摆在一起咁样。你呢你建议这首歌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或者感受呢？其实这首歌是我
一首好多回忆嘅一首歌。咁、虽然系讲即系讲一个好美丽嘅晚上，讲点样去。点知你就系分手嗰日？啊，唔系。通常系噶嘛，圣诞节啊，系啊，圣诞节啊，差唔多。圣诞节，但系我就其实反而我系最深刻嘅记忆就系，我记得嗰时我同我啲 band 友啊，咁就去咗其中一个即系 band 友嘅屋企啦。咁佢屋企咧就系、是。佢爹哋咧就系好中意好多唔同嘅外国音乐嘅，即系唔同嘅歌手嘅，咁、佢有啲黑胶碟喺度听嘅，咁其中咧就播咗一首就系《Wonderful Tonight》，全部一齐跳舞啦，跟住就全部一齐听啦，我坐喺度听嘅，咁后屘就我哋就上网揾啦，揾咗个演唱会嘅版本，咁我唔知啊，好深刻就系、是、可能我哋嗰阵时真系好 friend 啦，一齐打 band， 一齐玩音乐，咁。就嗰晚我哋就淨係坐喺嗰個空間入面就聽 Eric Clapton 嘅呢首歌，聽咗幾次，聽咗差唔多十次，然之後就喺度傾下偈啊，飲下嘢啊，食下嘢啊咁樣，跟住就喺度好開心啊，都聽到好夜㗎啦。咁係真係 Wonderful Tonight， 哇！哇聲。咁啊，真系 wonderful tonight， 即系嗰一个好美好嘅回忆咧，令到你而家过咗有冇五年啊？嗰件事啊，系啊，十几年啦，系啦、啊，都记得，记得。而我仲好记得就系我哋慢慢将每个句子去即系我个 band 友嘅 daddy 去逐个讲啊。嗰阵时首歌咧系咁咁咁，呢个讲乜你讲乜，即系翻译翻啲英文俾我哋。可能系时候下一集可能叫你个 friend 嘅 daddy 上嚟同我一齐倾下偈。Bring flowers on a weekday。Run about just to let her know, just to let her know she means the world to me. Make her dinner when she's lonely, pull her clothes when she's getting cold. Just to let her know she means the world to me. Tell me, how did I ever get so lucky that she wasn't with somebody, so I could have her for my own, my own, my own. Thinking, how could anyone pass the feelingOf the sound of her footsteps leaving, walking all alone. Now she's beside me, can't stop thinking. Why did you ever think to let go? Not complaining, I'm just saying. You lost his mind to hold so to the man who let her goI'm thanking you the most I would never wanna hurt her I would never wanna make her cry Now I got the chance to make it right Oh, she would never have to ask for me to make the time to spend with her in homeHer, so won't you tell me How did I ever get so lucky She wasn't with somebody So I could have her for my own Thinking How could anyone pass the feeling Of the sound of her footsteps leaving Walking all alone Now she's beside me Can't stop thinking Why did you everTo let go, not complaining. I'm just saying, you lost his mind to hold so to the man who let her go. I'm thanking you the most.喂，头先咧喺中间，我唔小心听到你话你系有 band 友噶嘛？咁即系你其实系夹 band 噶？
系啊，我教 band 噶。系呢个系咪你之前嘅职业咧？系咪组成一队乐队就系你嘅终身成就嗰啲嚟噶？以前系嘅，以前系咁我细个其实学音乐系讲紧小学嘅时候啦。咁但系嗰时系啊，但系嗰时其实纯粹系屋企叫你学啦，同埋唔系好中意嘅。咁但系你第一样学嘅乐器系啲咩咧？口风琴，哦、即系有啲管吹嗰啲咧。哦、我以为是口琴那隻是叫做是是我就知道你以为是那隻了口琴是什么话是什么话有支管吹的有支管然后有个琴跟着你一只手弹的哦哇学了五年是跟着之后后来小时候你见到台上面小五小六的时候见到台上面有些人开早会会弹琴很漂亮的跟住嗰陣時就覺得啊，我都想學鋼琴，咁但係學咗一年我就冇學啦，因為我發覺自己唔係咁中意練古典音樂，因為我唔係咁中意彈古典音樂，同埋要練好多咧嗰啲行樓梯啊，以前有火柴人嗰本書咧，要練好多嗰啲嘢嘅。係，因為我冇學過音樂，所以我唔知道火柴人同嗰本書。火柴人系咪真系？等阵系咪真系嗰个音乐堂咧一排嗰个五线谱嗰啲？类似系嗰啲，总之你要练一啲基本功嘅。系系系。跟住直至到我中二、中三见到人夹 band， 我又嚟咯，哎呀，好想夹 band， 好型。咁但系真系之后就同个即系最好嘅朋友就去一齐学唔同乐器啦，我学 keyboard。咁、我个朋友就打鼓嘅，咁就好快就组咗队乐队，咁就开始玩自己嘅音乐。咁之后就当然啦，打 band 青少年就最开心啦。嗰阵时即系亦都系好好嘅朋友，咁咪都引发咗我对音乐嘅兴趣咯。系，同埋发觉原来音乐系嗰阵时要发觉帮到自己嘅。嗯，嗰阵时你遇到啲咩嘅困难，又或者咩挫折咧？俾到位你入添啊！系嘛，梗系要捉紧呢啲啦。作为一个主持人系嘛？唔系，其实嗰阵时实质上我咩事情我都唔系好记得，但系总之我净系好记得咧。唔想讲啫嘛，有啲晚上咧，即系总有啲我个琴系摆喺间房入边嘅，跟住我仲记得嗰阵时我会。按住唔同情緒，我就會即刻即興彈唔同嘅歌咯。咁揾到個樂趣咯，發覺點解音樂好似同自己好似好貼近咧？點解好似同自己情緒當下好貼近？我就開始諗緊，咁呢樣嘢可唔可以幫到其他人？我可唔可以將呢樣嘢分享俾其他人？係咁、所以之後就令到你踏上咗呢個音樂治療嘅路啦。嘅係啦，嘅念頭就去行呢條路咯。咁、我哋當中，我哋以前夾 band 係夾啲比較即係金屬型嘅音樂嘅、哇！真係咩條嗌曬，就係咩條，係咁但係。但是就好多人都觉得话呢啲音乐系有负面意思嘅，系咯，同埋非主流咯，主要其实系因为即系嗰种文化仲未可以喺香港做到一个普及性，系啦，尤其是讲紧仲好耐之前，嗰阵时系都唔系好耐，廿几年啫，冇廿几年嘅吓。健全化，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多元化节目进驻内地大型新媒体，包括新浪微博、华人金融门户网站、中金在线，亦可下载喜马拉雅 App 进入粤语频道。有财经到教育，有健康到生活，新城电台全方位资讯，跨地域放送。下年度盛事，英国宝城呈现新城劲爆颁奖礼2018即将举行，系咪好想约埋朋友齐齐去现场睇？扑飞机会嚟啦！而家参加新城教育家有奖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门票。即上新城教育家网页 metroeducationplus.com.hk 及 Facebook 睇详情。喂，你又话搵怀旧嘢食嘅？大钟去边啊？啱噶啦，跟住嚟啦！唔系啩？搭时光机，两位客官想食啲咩咁呢？小二要五斤女儿红，再要两味你哋嘅招牌小菜。云来客栈想搵一间老字号嘅食店，使乜搭时光机翻古代啊？听实逢星期六早上十至十一，金七招牌，张宇仁、刘远芬每集都会请嚟十年以上嘅饮食业品牌，带你寻找不变嘅风味，细说饮食业经营之道。佢哋讲国事，美国咧卖俾你嘅嘢都唔方会系好嘢，最好咧有你都唔好掂啊！讲家事，面上额都唔喺我度嘅，真系麻烦啊！但系学费同你老公抢过咯。
仲讲你哋关心嘅事。恒生指数啦，国企指数，市场咧流传紧成交金额牛熊证方面啊，十只最活跃港股有胡孟清、魏美珍。新城财经台逢港股交易日早上九点半，我同你准时都坐咗喺度啦。咪系咯，开市直击个市啊，挂下手好动荡，唔好蛇王吞卜啊，做足功课就好啲啦。Classic Music， 主持阿卡。由嗰陣時有呢個概念，有呢個諗法萌生咗，就係、是、想利用音樂幫埋其他人。咁、之後就因為音樂治療呢樣嘢咧，其實唔好話以前咧，而家喺香港都未必係非常之普及噶嘛。係啊，唔普及。係咯，即係嗰陣時點解你會突然之間知道有呢一個學科可以讀，又或者係有呢一樣嘢存在嘅呢？其實就係因為我不斷去同人講話，想用音樂去幫人啊嘛。咁偶然之間有一個嘅長輩啦嚇嘅 Auntie 同我講：，你有冇聽過音樂治療啊？我唔知點解佢會聽過啦。我、咦，好前衛啊！好前衛啦，長輩係啦。跟住之後，佢都幾前衛下啦。跟住之後又係，但係係咪你俾海浪聲佢聽嗰個嚟？唔係嗰個，另外一個。OK， 跟住之後咧，跟住之後就，我第一下感覺就係正喎，音樂幫到人喎，同埋又係嗰種話啊型喎呢個名，跟住就去。係咯，其實都幾型。望一望，咁嗰陣時覺得。OK 型嘅，而家都系好型噶，但系始终喺呢一个传统嘅社会上面同埋文化上面，觉得呢样嘢系赚唔到钱啫嘛。咁的确系，系咪？的确系，的确系赚唔到钱嘅。系，即系如果我哋以我哋付出嘅时间同埋努力嘅话、其实你可以换出其他嘅嘢咯。系，要读几耐嘅咧？其实嗱，喺澳洲我哋唔同国家唔同制度啦，但系正统嘅最主要都要读到学士或者硕士嘅音乐治疗。即是 Bachelor 或者是 Master 的音乐治疗，即是可能是六年教学，使不使咧？差不多六年。我在澳洲咧，就是你首先你要读大学的时候的学位咧，要同心理学同音乐有关。系。所以那度已经三年啦，然之后你要再读音乐治疗。是不是 double degree 咁样噶？即系双学位咁样。双学位咯，或者双 major。心理学是因为我之前曾经都有想读过的，但系即系始终好似我觉得自己会应付唔嚟，因为很多 terms 啊嗰啲咧，系咯。啊、即系又要好深入研究一啲理论上面嘅嘢，又未必真系应用到。咁我就觉得呢一方面就成为咗我唔入心理学嘅一个障碍。咁你入咗咩科啊？创意媒体。City 嘅 ，OK， 系啦，大家以我为荣啦。啊，系继续读嗰个 Bachelor， 即系学士学位，就心理学同埋音乐一齐。系啦，因为佢咧，其实硕士嘅音乐治疗要求就系首先你要有心理学同埋音乐嘅背景。哦，系啦，咁所以其实你咁样读咧，会容易啲入到音乐治疗硕士。而佢每班大概收嗰阵时，我读嘅时候每班都系收十个以内嘅啫。哇，硕士音乐治疗，仲要你每个同学都要有八级乐器。系咯，我就系正想问，咁你乐器要求，即系你因为。在學業上就要求啦，一定要音樂和心理學夾埋的一個學士學位之後，才可以令到你可以容易啲，容易啲定是一定呢？容易啲嘅咋？容易啲入去啦。試噶。哦，咁之後音樂方面又是有啦。係啦，通常佢音樂嘅技能方面，主修樂器八級以上。嗯。然之後要識另外一種樂器，識兩種樂器至少，另外一種樂器就要。佢嗰個冇講級數嘅，但係你要有一種其中樂器係可以自彈自唱嘅。即系要唱埋歌啦、哦！你头先讲嗰个啊，支管嘅口风琴咯，嗰个唱唔到嘛？啊，吹紧啊！吹紧啦，系即系譬如我弹吉他、弹琴要自弹自唱，你要识得即兴嘅。即系譬如我同你讲，喂阿卡，你而家嘅心情系，你幻想你而家心情系好忧郁嘅。我系啊，我长期都系啊。吓，然之后你就即兴弹啦，或者可能你感冒弹咗感冒嘅即兴歌出嚟。但一定是殺菌的那些歌，但是就不可以有的，即是你不可以說彈別人的作品的、你要即刻去創作出來、另外一個技能就是你要懂得寫歌咯，所以我記得那時候的面試裡面他要給了幾個句子、我要即刻寫歌，這個面試起碼要三個小時以上，
知唔知啊？都唔使，你面试佢写歌，佢净系俾几分钟嚟噶咋？哇，咁嘅咩？即兴系即刻嚟噶，冇得谂噶。哇，呢啲我同快问快答系一样噶，即刻谂唔准，唔系即刻答唔准谂嗰啲。系啊，即刻答唔准谂就即刻。咁你用咗边一样做主修嘅乐器啦？就系、是、keyboard。keyboard， 但系我冇考级，我零级噶，但系佢本身系要八级噶嘛。系咯，咁点解咧？因为我以前夹 band， 佢破例。破例啊！面试啊嘛，系有得面试。咁又系，咁又系面试呢啲好睇个人表现嘅，同埋可能你即兴做得非常之好咧。因为夹 band 需要嘅嘢，或者嗰时候夹 band 其实就系我哋有写歌，夹 band 会即兴，夹 band 要自弹自唱，夹 band 要了解好多唔同乐器，即系吉他、bass、鼓嗰啲都要识。咁所以其实某程度上对音乐治疗，其实我而家到毕咗业再工作咗一段时间啦，其实呢啲技能喺工作上系非常之有帮助，即系。甚至上我有時覺得我見到我哋嘅治療師或者同學，其實你唔會彈古典音樂嘅，好少會彈古典音樂嘅，因為基本上你人與人之間其實嗰種互動就係、是、哦，譬如我面對個長者，可能佢有咩歌會同佢有關係，佢未必係古典音樂嘅。外國可能會比較流行一，外國可能會有流行啲，但係通常外國流行嘅都係一啲我哋叫做民歌嘅。我以前喺外國做實習，即係譬如可能嗰啲 Daisy 啊，或者可能係綠袖子。系啊，你知咩叫绿袖子嘅？知道知道，跟住、okay. 即一啲比较香摇少少，系啦、啊，即摇系啊，即摇一啲嘅民歌少少嘅嘢，因为佢哋会一唱嘛，你好少以前啲人会就咁听古典音乐噶嘛，咁所以其实真系喺我哋工作入面，我哋真系唱好多粤曲啦，啊、唱好多啊，帝女花唱腰，唱腰啦，系啊，唱啊呢、這个凤冠十二鸟情啦、哦 okay ，即如果系长者，我哋会唱上海滩啦、会唱喜气洋洋啦。咁其实唱歌嘅即系歌喉方面，其实系咪都系有一定嘅要求喺度咧？即系起码唔好走音先啦。系啦，系啦，即系你唔好走音啦，拍子啱啦，即系佢唔需要你唱得好听嘅，拍子啱错晒，甩咗个 beat 都唔知点算。I filled your cup until it overflowed. Took it so far to keep you close. I was afraid to leave you on your own. I said I'd catch you if you fall. And if they laugh, then more. And then I got you off your knees, put you right back on your feet, just so you could take advantage of me. Tell me how's it feel sitting up there, feeling so high, but you fall.Took yours and made mine. I didn't notice 'cause my love was blind. Said I'd catch you if you fall, and if they laugh, then more. And then I got you off your knees, put you right back on your feet, just so you could take advantage of me. Tell me how's it feel sitting up there, feeling so high, but you far away to hold me. You know I'm the one.You did. I already